今天的开封特别冷啊，大街小巷都是穿羽绒服的，感觉马上要下雪。他叫这个小曲儿师傅。你给我要一个米皮和凉皮掺要呗。好，凉皮。哎。还是大火炒着的好吃。我买一斤了吧？哦。看着。几块呀、啊？七块，七块是吧？不用还，还是自己租了是吧？对，那卖到晚上还是只卖一中午啊？晚上。哦，晚上也有。时刻还是他比我要的是米皮儿、凉皮儿、凉碴儿，然后还送了有汤，免费的汤。味道多了还，好的。